大家好，欢迎收看《大户说 Yes》哦。啊，那么台北股市今天做一个拉回的修正啊、哦。那么在昨天啊、哦，指数做一个拉高，其实昨天我们就居然先提醒过各位，你要留意就是本周我们认为在周末之前啊、哦、会有一个拉回的修正啊、哦，因为基本上我说过了啊、哦，所谓的一个啊、哦、联准会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表的一个说法啊、哦，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它确实是一个不不呃不确定因素。 那但是大家说，欸、可是可是昨天指数拉高啊，好，那个可能大家忽略，大家或者是大家认为不会有什么意外。好，那再来就是我说了，第二个就是本周周末他要公布的是最新的就业数据，这绝对都是不确定的东西。你没有公布前，你不能跟我说确定他会怎么样嘛？数字在哪里？不可能知道嘛？所以它就是个不确定因素。那不确定因素就看你怎么解读了，你在不在乎了？通常在乎的人会比较多了。 所以呢，它势必造成一个比较在观望气氛会稍微慢慢的增加啊。那但是昨天虽然尽管拉高，我还是告诉各位，我认为在周末之前它会出现一个拉回的修正啊，整理顿一下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好，那所以昨天你看到美国股市最后收盘是跌了五百多点，刀我们是跌五百多点啊。那周末的还有一个啊、哦，周五还有一个就业数据要公布，所以在此之前其实就是一个进可能短时间内或许它要先进入一个我整理一下。 好，你稍微等待一下这种行情，那这个其实昨天我们对指数看法已经先预告过了哦，所以你不会有太多的意外啊。今天怎么拉回了？你不会意外。好，那本来就是本周下半周开始可能会有一个整理拉回，甚至这个整理拉回或许要延伸到下个礼拜啊。 好，那既然指数如此是在预期中的事，你就不用太担心。好，你不知道我们我们预期这个行情没有问题，啊、结果一直开始连续下下跌修正，那就很奇怪。好啊，预期中的你就不用担心。那既然是如此，那请问怎么做？所以回到什么，我就告诉各位了嘛，你个股上面你买了一堆的人，你现在你今天就会比较紧张了。你手中持股如果一堆股票，你就紧紧张了嘛。如果你是锁定单一的一档锁单，就那一档操作的话。 你很轻松的，对不对？譬如什么？我说，其实我尽可能的，我在节目中，我提前先讲，我提前邀请认同的投资先进，你来，你来报名，好。那今天我们告告诉客户，告诉这些投资朋友，哎，可以获利了啦，因为赚很多了，好，我都先讲，然后到获利，我跟你公开。节目中我当初就讲过了，我说未来获利的，我就跟你讲是哪一档，但是当时位置出现了买点来的时候。 你可以先来报名，对不对？那这场标的有我据我所了解，我不是所有当时报名来买这场标的的每一个客户我都知道。但至多就我所知道，有一个客户，光这一档今天你获利下车赚两百多万。他买多少资金？他是谁？他来自于哪里？我们不能透露。好，但他我知道他赚两百多万，而且这一位客户姓什么？细节我不能我不透露了。就是说，他基本上是。 我们所谓的在台北股市操作的，没有什么经验的，甚至是第一次在台北股市操作的一位投资朋友，他是在大家很熟悉的垦丁啊、哦，那度假都去垦丁玩嘛，可是他在垦丁开民宿，好、哦，那哪一家民宿我们就不能讲了，肯定民宿很多了，好、哦，那但至少他开了民宿还小有知名度，好、哦，那讲出来可能很多人就知道了，好、哦，那开民宿，那他从来不做股票的。 所以我说了，他很特别，是他从来不做，这一次第一次来报名。那为什么他会来报名？不做人是不会做的。那为什么他这一次哎、欸、来报名跟着操作？因为他有一个算算算是啊、呃，他们开民宿的啊、哦，他们的客人啊，哦、在那边住了几天的客人，在聊到聊到一些一些一些投资的事情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 好，他跟他推荐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节目。好，那他真的去看一看之后，有一点点兴趣来投资，是这样来的。他不是自己主动，我去找老师找谁帮忙看看，想要买股票，他不是，他完全没有那种念头哦，他也不懂。好，那是他的客人客户，好，他住房的客户聊天，因为民宿常常有时候会遇到老板，就大家就闲聊了嘛。民宿的特色就是这样子。好，那聊到。 客人给他推荐，你可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节目了。好，那还不错了，对不对？那今天我跟你公开是哪一档标的？所以你看人家就是我说过了，我没有要求说啊你要多少资金你才能赚到钱，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是什么什么特殊的身份，有多少多少资金的人你才能在台北股市赚到钱。我们会带你赚到大钱，不是什么样的人来，啊、哦，包含他完全没有操作股票经验的，你来也是赚钱，为什么？ 因为你来之后的关键是那个做法是什么嘛？我车标我底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关键是做法，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出自来自于源自于是你的做法，一开始的做法是什么，会造成你最后的结局是好或坏嘛？你一开始的做法就是我反正我买买买,买，每天都在买股票，收集股票，今天强势股是谁就买谁，明天强势股又换人了，你又再去买别的吗？很多人这样做哎、欸。 包含很多台面上，你看到分析师他们带客户是这样带的，那因为他们这样带，所以怎么样？所以每天的强势股，他们就是有上节目就是讲当天的强势股。你看这样的节目的时候，你不觉得很纳闷？说，哎、欸，奇怪呢，怎么每天的强势股，呃，你也有啊？明天换那个族群强了，哎、欸，你又有，哇，这些这些分析师真的跟神一样。那你觉得这个市场上真的有神吗？没有啦。 只有真正实实在,在在你做法对的人，你可以在市场上站得很稳，客户累积获利。不要去想找一个神啦、啊，没有这回事啦、啊。所以那个每天什么强势股光学，你看前两天光学股强，每个都有光学，光学股现在好慢慢的休息了，换谁族群强了？今天他们又有了，那我跟你讲，转台，不要讲，不要看了。 这个市场没有神话人物，这个市场只有谁的做法是最实实在在、是正确的做法，稳扎稳打。我就讲过了，你来一次你就一档股票就好，我不会带你买一堆股票，你就一档当时的最新那一档布局转折位置，你去买，就像他啊、哦，当时转折位置出现的标的，我给你看。我当时节目中我都先提醒你来邀请各位的，那当时有来的，今天我们公开了，因为我请他们获利入袋了。 好，那这位投资朋友赚多少？两百多万。这张自考节目中我也讲了，我还算给你看有没有？当时我都会算给你看。我说，如果你两百万内、两百万万以内资金去操作的话，如果只涨个十五 percent，你就赚三十万了。我就叫你买一档就好了嘛。你都知道这是有人在做动作了嘛？ 我昨天给你一个观念有没有？我说什么？我说股票修正、修正、修正、修正，为什么这里诶出现有有人在买？这个买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说，我说什么？我说很多观众朋友，其实你很专业的，你会朝证券方向去找。 去找寻有机会的操作手法有没有？我说很多人会去看什么？我要去看那个券商分点呐、啊，啊啊，譬如说这两标的某一档标的今天在啊全台湾的这些分点里面，哪哪有哪哪个分点有特别异常的买买进啦、啊，或者哪边有卖卖出啦、啊？你想要去看分点进出，然后去探究说短时内的这两标的的流通筹码的变化嘛？很棒，你的方向完全正确啦，因为你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找到。 大户主力它在哪里？所以你的方法是对的，因为你只要有买，你就是一定会、一定会、一定要、一定要有记录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去看的不是落后指标，你们去看的是最真实的、当时正在发生的筹码的现象，很棒。可是问题是，你看完之后，你是不可能有任何结论的。 因为你只能告诉我说啊，我看我发现这档标的啊啊，今天在哪一个分点，哪一个券商，哪一个分点？哎，好像有有特定买的比较多哦。可是问题是，我会想说，那其他的分点呢？哎，其实也好多好多分点有在买这档标的，耶。好、哦，那有也有很多分点在卖这个标的。那结论是什么？所以我说，你要你要告诉我结论，你所看的数据，你要把让它有意义。 让你看到的数据让它有意义的话，你要再你要再做另一个阶段的统计。那个另一个阶段的统计拉出来的东西，才是最有参考价值的。OK，所以那个统计出来之后，最后的数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经过一连串的修正、修正、修正之后的股票，哎，怎么就不跌了？就上去了，会不会上去？这里有没有手法？ 三角形讯号代表什么？代表垫高，它要先垫高上去啊，垫啊垫啊垫，垫一垫之后呢，点火转折，甩掉下来，点火转折。我说来吧，可以买了，有人在买，也让你看了，这是事实哦。既然有特定的筹码集中，那垫高甩掉下来，点火转折，你去买，请问你是追涨吗？你是追那个热门股吗？不是吧，对不对？所以我说你去买这种股票一定赚，一定会赚。这个标的当时我就把它的走势先盖起来嘛。 对不对？是不先垫高，甩轿，点火转折。那人家要把它做上去，那你就在适当时机偷偷的先买下去就好了嘛，是不是？你也不用，你也不用大肆宣扬，说我找到这款标的，我发现有特定人在这边做什么动作，不用去讲这种的，我们互相尊重。我已经讲过了，哦。你看到人家在准备做了，你尊重一下。 大家彼此尊重，机会给你的，你就真的你就去你就自己悄悄去，不要不要闷不吭声，你就自己去买就好了嘛，就去赚钱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一路一路上去，我说了，等我获利的时候，我就跟你跟你报告。所以我说这种机会难得，两百万以内资金小小额投资朋友，替自己争一口气啦，不要再乱做了，有没有？这哪一档？可以的话，我们带近一点看一下。 二三七五的凯美，啊，二三七五的凯美。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下今天的走势，十点四十八分逼近涨停，可以全数大赚入袋了。啊，其中一位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民宿的老板，他姓什么那些我们都不能讲了，因为这个太讲出来，可能你你大概就知道，搞不好你还住曾经是他的房客，他的客人。 好，所以我不能透露。但是呢，人家这一档哦，人家专专在台北股市的新人呐、啊，他完全没有做过股票了，新鲜人一样，第一笔出手到今天十点四十八分赚两百多万。但是我有特别拨通电话给他，因为他是新人，他从来没有买卖过股票，第一笔就赚两百多万，我有特别回拨电话给他，不是他拨过来。 好、哦，说谢谢不是，是我我主动拨电话给他，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不好。他没有曾认自己做过，他没有输过钱，他会认为好简单呐、啊，是一档股票这样做这两百多万获利，我做我做民宿要做多久？所以我会主动拨给客户。情况特殊，他从来没做过股票，你第一笔让人家赚两百多万，我告诉他说，信什么我不能讲啊，我跟他说。 实际的证券市场的状况是什么？我刚刚说，因为你第一笔是按照我们这个方式、这个正确做法这样做，所以我们得到获利。你不能够把它当当成是股票操作很简单，否则你看这个市场为什么十个不止八个赔钱，十个有九个赔钱？为什么？因为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今天其实做的这件事情，客户客户赚钱应该是很开心，恭喜他。但是我说千万不可，因为你要让他知道。 真实的股市交易状况是什么？我讲这些内容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你自己很有感觉。如果你做的不是很顺利的话，你会有感觉，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买来就涨，买来就涨，没那么简单。所以做法很重要。你为什么买那个标的？你看到什么？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可以买，而且甚至可以直接就买那一档就好，单股就好？你要告诉我你的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别人没看到，你看到，你看到什么？这个很重要。 十点四十八分，你再看 K 线图，请问一下，是不是这张图当时在这里？点我转折在这里，是不是修正下来之后，有人在进货？驼马在这边做集中，我们稍微再再带近一点点，好，有没有在集中？集中之后呢，垫高，甩叫，我跟你说，可以了，赶快。到今天，我更公开了。 到今天我跟你公开了，有没有？这一段人家赚两百多万，这一段是当时你有看到节目，但是你可能有你的考量，没有来买的，今天可能就是这，这就是你错过的。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会买是为什么？有原因的，<laughs> 筹码上面一定有变化的。今天你上去的一路涨上去的市长就会跟你讲凯美如何如何，凯美基本面怎么这样，未来前景怎么样，会跟你讲一些他的梦了。可是问题是。 这些你们所谓的基本面，难道当时这里就不存在吗？你不能够说股票在跌，你就不讨论它，不理会它的未来题材。所以一档好的公司跟坏公司，不是因为股价跌跟涨，我们去判断要不要去讨论它。股票在跌的时候，你们有人讨论它？问题它那个基本面、未来未来的那个成长性、未来的那个题材，一直摆在那里嘛。 啊，因为股票没有涨啊，你就觉得你就你你,你当中没看到，啊、股票人家涨上涨一大波，今天创新高，毕竟涨停的，你就拿来跟人跟人家说、欸，因为他有什么题材，他怎么样，他多好多好，那你赚不到钱的、啊。那这种分析师，这种团队是完全赚不可能带投资朋友赚钱的、啊。我们在看这个标的的时候，是多久前的事情啊？是股票跌下来这一段的时候啊，人家有在进货了，筹码 <coughs> 集中了。 我们就开始观察了，你懂意思吗？在这里啊，然后后来垫高我没有做、哦，没有做，等到这里下来有没有？我节目中才跟你讲，来买这种转折股。既然是转折，那是不是一定会赚钱？两百万以内资金，小额投资朋友、哦，你就买一档就好，替自己争一口气啊，就一档就好了。会赚钱，不要买一堆啊。 我看到很多投资者每天都在买股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想了：那你你买了这么多股票，其实代表也也也也，其实也代表了，其实你对你买的每一档标的，你都不确定啊，因为不确定就买买看。那因为是买买看，我就不敢买多，我就买买看，试试看，买个几张，就这样子。那那就真的是试试看、玩玩看而已了。 那在台北股市就浪费时间。那在我看你，你你只是来台北股市买买看试试看，你根本不是真的为了赚钱，因为你是赚不到钱的。你在买的八档十档里面，有一档假如真的是飙上去了，你会赚到钱吗？不会。我不要讲其他的标的害你赔钱，你就那一档你抓到标股了。问题是你你每一档你都不确定，你都不敢买多，所以就算那档标了，你也没有买多少。你懂吗？所以。 在我们看来，那种做法其实就是只是在耗时间呐、啊，或打发时间啊。那真的要要真的要赚钱的投资朋友，他是你是不能这样做的哦。很多人不懂，因为啊，反正我我就股票就我就分散风险嘛。分散风险这四个字啊，要看你怎么怎么看待它，然后怎么去使用这四个字啊。小额投资朋友你就不要想那件事了。小额投资朋友你就只要想。 我今天做这样标的，我我肯不肯定，我确不确定。如果确定肯定，我就做了。资金大的人，你才要去思考说：，哎、欸，我要拿多少比例的资金，我来买这一档标的？那个可能就是你所谓的分散风险，好吗？好，所以那个其实就是我讲，不是我瞧不起资金小的人，而是你资金小的人，你就是。 你本来那个资金，你可能就不会去影响太多股价的波动嘛，对不对？我一档股票，我今天敲个两千万下去，在某一个时间我敲两千万下去，可是对对，对于一档标的，或许那个当下的价格就波动了嘛。同样的，啊，你敲两千万下去买买的张数很大的时候，在你下单的那个分点就是有记录。那你觉得哦，这一群买的人，他是傻瓜吗？他要帮你拉股票吗？ 你说你资金大啊，我我买个两千张下去，一一天买两千张，对于每天成交量几千张或者是一万张以内的或者五千张以内的标的，你买个一千张八百张下去，你觉得他们是傻瓜吗？对不对？那你要买那么多，你资金够，你要做的话，我让你先做，我让你做看看，对不对？你帮我拉上去，我更开心。你懂吗？所以我们在带客户每一个组别，其实我们我讲过，我分组的用意很简单。 平均每一档标的，我不可能，我不可能带带你进场，同时还跟你说哦，你们你们不能够在几点几分买哦，你们要陆陆续在几点几分、几点几分去陆陆续把它分散去买哦，没有人理会这件事情的啦。所以我们能够做就是在第一阶阶段，你入会的时候、报名的时候，你们先平均下来分好在各个组别，然后我们再针对这种单一的所所档所、呃、所单的股票，转折确认点到了，我们陆续通知。那你们呢，就只做那一档。 那一档你赚到赚够了，我通知你可以了，出场了。你们再准备做下一次。我们是这样带客户的，我们不是乱带的。所以你看前几天，<coughs> 成明店上周开的涨停第一根，涨停第一根是不是在这里确认有人进场？垫高甩掉下来有没有？是不是都一样？对，所以我说我们代理做法是都一样。成明店。 转折单股成名店再标涨停，两天两根。各位，什么叫转折单股？就是只有一只叫单股，OK？你不用买多，来两天两根，你看赚多少？你只有这一档，这一档而已哦。你赚多少？一只就够。你既然确定了，你就一只就够，好不好？好，每一个投资朋友。 你都有机会赚钱，可是你的做法一定要改变。好，那你愿意改变都做法的，我带你做。那我带你做的同时呢，我我目前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把门槛降到最低门槛，让你有兴趣的又踌躇不前的，你来，你先来。来了之后，单股一支，我给你，你去重压，赚到了，你就知道我每天所讲这些就是真实会发生在你身上了。所以，目前我给各位是什么？最低门槛。 全部都一开头，你曾经拨电话过来的，你从来你打了问了几次都不可能一开头啦。但是今天我就给你一开头，为什么？我让你先进来，单股转折单股，我先给你就做那一档，先赚再说。好，有兴趣的拨电话，把握这个最低门槛的优惠。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来到我们现场来，所以你看，我说过，其实当你操作股票，你既然你你你要做，你就确定的在做，没有人逼你啊，你赶快下单，你赶快买，不买不行，没有人会逼你，所以你要买的时候，买之前你要问你自己，你今天准备买这个标的，你到底你到底追踪它多久了？那你买的理由是什么？先问问自己啊，你追踪它多久了？你买它的理由是什么？ 不要单纯的只是告诉我说，因为我我听说它的基本面不错，我听说它赚几块，我听说它今年会怎么样，我听说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想买。不够。我常常讲，各位你的方向都是对的，可是都只对了一半。你听说的，你查证的或许都是真的，可是你只对了一半，因为何时买是另外一回事，你没有去探究何时可以买。 然后呢，你去看，你去查筹码。你说老师，我去查到分点呢，分点的记录诶，很棒。可是你只对一半，因为你没有把分点所有的数据再去统计一次之后。去查去追查它有没有呈现一个所谓的一个筹码集中，你还是做一半而已。所以很多投资者其实那个方向是走路是走对的，可是往往只做到一半，做到一半，所以最后结局呢，又没出来，又没有结果，又不又又没有好的成绩出来，就很气馁。 好，就想放弃，那不要做，不要放弃。我给各位的是一个方法，我把这全部的方法告诉各位。你只要这样做，老老实实这样做，你不要每天都想要去追每天强势股，不要想说自己可以变神一样。像市场很多分析师都说，告诉你他是神。昨天讲光学，他们都有光学；好，隔天讲车车电，每个人都有车电；后天讲储能，每个都有储能，都是都是最强那一档哦。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那种节目我一看我都转台了，因为事实上他们在做这，我们都心里很清楚，我们都明白嘛，对不对？老老实实做了啊、哦，稳扎稳打，在台北股市，在台这个市场上能够存长长期久久的存在,在在这里，稳稳的累积获利了，实实在在做才是最关键的啦。你看高桥一样涨停啊，我买两次，买两次，单股就这一档。那、啊、为什么你买两次就做这一档？为什么？ 你那么肯定它一定会上去吗？当然，买两次，筹码有没有告诉你？有没有集中在这里买？买完之后垫高甩掉下来两次，涨停，今天还在创高哎！你了解吗？今天还创高哎！有什么疑问？各位，你电话拨通进来，要用对的方法做，好，要用最低门槛先进来，我单股给你，你赶快去重压，先赚钱再说，明天再见，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